好，我是悠悠。2020年3月27日，星期五，本日星象月白羊型土明，今天是自我挫败、压力出现的一天。接下来看一下十二星座的具体运势吧，参考太阳星座、上升星座。今日容易取得成绩的两大星座：金牛座、射手座。金牛宝宝今天是适合学习、考试、出行的一天，准备充分总是能带来不错的收获，能够取得好成绩。射手宝宝今天会格外关注自我的精神世界，会给自己布置一个前进的目标，并且为之努力，很容易做出成绩。今日有意外桃花的两大星座：狮子座、处女座。狮子宝宝今天是会出现感情和桃花的一天，不过好坏参半，要注意谨慎把控自己的欲望。处女宝宝今天可能会有意外桃花，如果自己太强势，会吓跑桃花的哦。今日避免过度付出的星座：白羊座。白羊宝宝今天对感情方面应避免过度付出，以免给自己增添不必要的压力跟负担。